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耶稣为他的朋友舍命。参考经文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15章13节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朋友。友谊是建基于互爱的，朋友是一个你能与他无所不谈的人，一个你想见的人，一个你关心的人。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为我们舍命，好叫我们能从罪和死的咒诅中得释放，又得着与神同在的新生命。耶稣为我们受死，证明他多么爱我们。在人类历史上，虽然也曾有人自愿带他人受死，但除了耶稣外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以自己的生命代替无数朋友的生命的。一首古旧圣诗说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。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朋友，而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也视我们为他的朋友。他是我们一生的朋友，我们什么也可以跟他谈。他喜欢与我们在一起，他关心我们。如此美好的友谊会带来什么呢？就是带来喜乐。耶稣以我们他的朋友为乐，而我们也以他为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享受与你为友，我们知道你付上沉重的代价来成为我们的朋友，感谢你付上那重价，又永远做我们真正和最好的朋友。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